道你分析的很清楚。你可以点下一个，你继续讲啊。讲完了。不是，换他知道他点你。嗯。换他爆你料。我就想讲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干嘛？不知道，你是放假了？对啊，他已经只要你了。上课就睡觉，看小说。我好赞。然后数学课还在打架，然后就。以后也上不到。我家是用不到，以后也不到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好像就是老师现在都开始算学习成绩这样，然后我公语好像只要考40分就不会被挡，就挡考，然后其他考上也一样。然后反正就是都不要让读吧，但是数学好像还是要念一下。那都毕业了。嗯，18号就其就是毕业考，然后毕业考就中英文比较有用。然后就毕业就去考。哎，赶快去考中高，就大学就不用。我中都没考过。你说英文有考？对啊，英文有考。嗯，我英文中级没有过。你过就免修，我没有考，不考，不考，你那么聪明，因为我却错过了。我觉得高三考最好，因为大一就忘记了。对，很多是用到。嗯。终于了。这个越来越大，高数也成就了。昨天说这里突然想到，昨天一汉统测在这玩。昨天哦，今天吧，今天还要考嘞。今天吗？六日考。不是已经考到了吗？六日，从昨天开始考考嘞。那么。他前面没就没考上，他自己没有养。哦，阿水，你给我。换我。